我们注意到格罗西总干事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队一直计划前往扎波罗热核电站，古特雷斯秘书长也为此发出呼吁，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扫除有关消除有关障碍。格罗西总干事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队得以早日成型，顺利开展工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一旦发生大规模核事故，恐将比福岛核事故更加严重，中方不希望同样的风险重演。我们呼吁有关当事方保持克制，谨慎行事，避免采取危及核安全、核安保的行动，尽一切努力减少意外事件发生。